平安有一个机会去外地工作，但是他当时说了他不支持异地啊，所以我当时把他放弃了。还有一次之前是家里人有提过出国的事，就因为他我也放弃了。哦，你知道他说他要出国，他也不去上什么雅思，然后根本就不去上课。他之前说了他要考研嘛，然后后面又说不考了，说是为了我。你连书都不看，你就算没有我，你觉得你能考得上吗？因为当时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我想多点时间去陪你，当时已经放弃了，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了，真的。所以他要分手你不想分是吧？付出那么多是吧？嗯，特别委屈是吧？是啊，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，真的。他每次出去跟我朋友出去吃饭，他就跟我朋友说那样的，就动不动就在那哭诉说啊，你看我对他这么好啊，他总是不领情怎么怎么。所以我朋友都在那劝我，我来这里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跟我朋友说，我跟他分手并不是因为我把他怎么样了，只是因为他有些思想有些做法特别幼稚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希望他变成。你说这么多无非就想跟我分手吗？每次遇到工作的事情我俩都吵架，上次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看电影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他，然后我就说你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，然后他就直接电影院那么多人，他就跟我在那又吼又叫，就跟发疯了一样。后来我给他道过歉，我还给他买了一大束玫瑰花和一条水晶项链啊，我当时给他赔礼道歉了，他一直拿那事跟我说事儿。他每次我们俩一吵完架，他就买什么花呀巧克力呀什么礼物过来哄我。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哄小女孩。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已经要就是考虑到结婚这个年龄了。我也想跟你考虑结婚呀，你呢？你现在跟我闹分手怎么结婚呀？那是你每天太多心，而且你做法简直让我没有办法忍受了。他做什么你无法忍受？之前有一次，然后就是我在吃饭嘛，然后跟我朋友在一起吃饭，他就非要来，然后他来了以后他就说什么好久没见我又怎么怎么，就那种特别阴阳怪气。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呀，这我朋友你在一块说，你说这些干嘛，你说些开心的嘛啊。然后他就不愿意，就跟我在那吵，然后结果吃饭时候又吵起来了，然后吵着吵着然后又说到工作的问题。嗯，你看他平时都陪他朋友吃饭都陪我。不是不陪你，我需要正常的交际，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。分了吧，舍不得。那你跟他说说你的工作规划，说说吧。我们俩没有未来，我妈现在也不同意。我说就不是你妈不同意的问题，就他之前上次他竟然可以背着我去相亲啊。没有，那只是为了稳住我妈吃个饭走个过场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那天我给他打电话叫他下午吃饭，他跟我说他陪闺蜜去了。嗯，然后我当想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吧。后来然后我路过一家餐厅的时候，我就看他跟那男的，因为我家两家离也比较近，嗯，我就看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吃饭，我当时就觉得情况就不对，然后我当时就冲进去，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冲进去了，他直接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啊！你说他做法是特别幼稚，他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。哎，那你也不至于背着我去相亲吧？而你相亲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嘛。我觉得这不算相亲，我只是走个过场，我没想跟他怎么样。如果是你之前，如果你好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也好跟我妈说。我不在乎别人，我只不过不希望你骗我。哎，他不是还没毕业，他怎么找工作呀？他现在可以提前开始投简历啊，去面试啊。你们俩认识的时候，他不也在学校里吗？对呀，我说是最近，就是最近的事儿。就是反正你肯定是不跟他过了，对，因为他简直现在变得特别无法忍受。他自从知道我妈就是不让我跟他在一块了以后，他每天变得特别特别。那我变那样都为了谁？还不都因为你啊？你不要说为了我行不行啊？他们变得就是跟之前就完全不是一个人。那你母亲怎么知道他这些种种劣迹的呢？谁告诉他的呢？主要我妈觉得年龄太小了，而且还没有工作，不太实际，就觉得不成熟是吧？对啊，你见过他的母亲吗？我见过。怎么样对你印象，你自己感觉？我第一次的话就是还可以吧，但后来的话就是反正我看了心里不太舒服啊。你父母见过他吗？我父母也见过。对他印象好吗？还可以啊。工作的事儿有什么打算吗？工作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了啊，我所以暂时没有抱任何打算。没打算？但是吧，因为我平时还在忙兼职的事情啊。兼职做什么呀？兼职的话平面模特，然后还有一些淘宝，开淘宝店什么的。哦，也没闲着是吧？对的，也没有闲着啊、哦。要不然我平时我一个学生啊，我怎么可能去请客请他同事吃饭啊？买那么多礼物呀？他每次就会买礼物，每次就会买礼物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只是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给自己未来有个规划。然后就是我们以后你能有一个那种清晰的打算，有条路能让我们走。你现在完全让我看不到。你现在无非就嫌我没有工作吗？
想跟我分手吗？嫌我没有钱吗？我不是嫌你没有，他特别肤浅，你知道吧？他每次说什么都说到钱的问题。其实工作他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只是我只希望他有个稳定一点，他这样特别不稳定，而且完全没有让我有种安全感。就你觉得不踏实跟他交往？对，不踏实，没有安全感。